大家好。有草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太长了，我就把它切了一下。这个也是很下饭，很下饭的啊。你看现在我们这边呢，这个季节家家户户每一餐都离不开这个辣椒。麻婆豆腐，现在我来放一颗临汾配料，云南的八角，小丽家乡的。哇，这个味道！现在炒腊肉青椒了。把这个肥肉啊，把它油榨干一点。可以了。可以了啊。可以放辣椒了。辣椒。放辣椒。还有闻到香没有？
啊？什么叫姜味呢？闻到辣味。闻到你说，哇，这个菜吃饭真的是不摆了。今天九分就忙哦，看到少吃几个菜来了。九分，还有几个菜呀？这里啊。嗯。现在还有一个羊活，炒腊肉就没有了。青椒羊活炒腊肉，出锅了哦。啊，忙活了一个下午，今天还算是圆满完成。等一下就让他们一起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？慢慢来嘛，越做越好，是吧？肯定。嗯，对，只要做。辣椒炒羊活。小葱拌豆腐，辣椒炒腊肉，还虎皮青椒，反正都是辣椒。真的下饭好，逗死。开饭了。